第一次查问嫌疑犯小树。当时你是怎样揽住严冬生的？我记得好似好似咁样啊，咁样揽实佢。好，继续。我死都冇放手啊！我死揽住佢，佢又将我掉来掉去。你是以力借力牵动严冬生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严冬生怎样都摆脱不到你。那他的耳仔是怎样被人斩下来的？那时候粒粒乱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蒙蒙查查我见到矮那个揸着把刀的在后面劈过来啊，劈过来我当然闪了，突然在那里啊一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你是说他们自己人斩自己人？是呀是呀，他们是自己人斩自己人啊。就是这样啊，好奇怪啊。那个是怎样死的呢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看到的。他由这边跑了过来，然后飞了上去，突然间砰一声跌了下来，然后就死了。你这招叫顺水推舟，双手用地板借力，你若淤血还见全身，你已经准备好大开杀戒。
你击中佢嘅魂门穴，形成血块，沿血管流向心脏，血块堵塞血管，血液不通，心肌停顿。嗰个大个子咁撞我出嚟，就系咁撞我出嚟啦！拱我个头入咗落个水，我梗系同佢搏命啦！啊，搏命，搏晒老命！我又唔识水喎。咁严冬生系点样死嘅咧？你系故意引佢入水里面，你利用水压射走严冬生拳头嘅力度。你攻击太阳穴底下的迷走神经，他就算不死，大脑神经也会严重受损，终身瘫痪。对用这么狠的招式，是要杀人灭口啊。刘金喜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大命咯。可以了，辛苦了。